这家叫 Village Park， 然后我点了一杯 Champagne， 他点了一个没有酒精的饮料，然后这是他送的前餐，我还没点饭，一个面包，对，然后有黄油可以夹着吃，尝尝。我太饿了，那个人来点餐了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好吃。送的一道菜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都是前菜里面的，包括这个面包和这个都是前菜里面的，尝尝吧，看看啥感觉。口味蕊浓，我觉得炸肉丸没有肉，没有肉吗？蛮好吃的，这是 red snapper 的生鱼片，然后底下应该裹了一些时令蔬菜一类的那种东西，尝一口。肉质很绵密，然后上面配的是小青椒，就比较爽口的感觉。那这个鱼的生鱼片没有一点腥味，有口感非常好，按照常话说叫入口即化呀。这里的鹅肝对都要多加钱的，感觉看起来非常好吃。人家也说非常好吃了，配了小面包，先吃个小草莓。你倒是吃呀，然后尝尝鹅肝，好吃。它没有照相吗？我舍得来尝一颗小的鹅肝，配上一点点酱，最好夹面包吃。这是真的入口即化，我一会儿比拼一下谁的更入口即化，好吧？鹅肝是应该是入口即化的，不像一款稀汤。Here comes our 蔬菜。行，我们来看一看正确扇贝的煎的方式和我煎的错误方式有什么差别。那看着好素啊，好健康。我觉得不是你爱的类型。这个好香，我忍不住了，也没味儿。煎扇贝，八宝饭，四季豆，配上是芝士酱汁，整体感觉比较醇厚，扇贝非常非常嫩，外面很脆，外面就是煎的焦焦的，里边是很嫩很嫩的，口感特别滑嫩，特别顺，比你煎的好吗？嗯，我下次知道我也煎成这样就是了。有什么区别嘞？嗯，有什么区别？嗯，它就是口感特别的顺滑，然后扇贝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，加上这个酱汁，整体味道就会比较不错。这是我的鸭胸肉，我第一次听说还有鸭胸肉。鸭在国外一般就是吃鸭胸。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大家喜欢。感觉很嫩，好嫩好吃，很像中国的上海那边的菜，就是甜口的鸭的味道。鸭胸口感怎么样了？很嫩是吧？就是我吃不出来这个胸肉，因为在我印象中都是鸡胸肉，所以我可能觉得它非常嫩。 Nice， 好，全场分量最大的菜来了，甜点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给我五个，
这看着很甜，很甜，很甜，好像像炸那种小果儿一样。我觉得我这特别香，我又闻到这个香。来尝尝，蘸点酱汁。小心点，哎呦，小心点。很好吃，炸的很蓬松的果果，然后外面也不硬。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面坨。是纯面坨。但是它很稀，就是不是那种厚实的面坨。嗯。那面坨有什么味吗？香味吗？奶油味。就是香，外面是撒了一点淡淡的糖粉，不是很甜。然后有两种酱汁，这个是很淡那种，就是炼乳酱汁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我还没尝。我猜是巧克力。巧克力有点苦苦的，很好吃。嗯，特别香，特别香。特别香吗？这是黄文要点的，不是我要点的。最后也归他吃完，我只是尝一口，这怎么吃？直接吃呗。它是烤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很香，但是很甜，非常甜。就过生日吗？我没有吃上面那一层，我就吃底下那一个，就好甜。它里面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？稀软的。好的。看来你用不着糖浆了。不负责吃掉。好，我一定把它吃掉。啊